天啊，好累啊！哎呀呀呀！我的姐妹们呀，下播了。但是我感觉，从7:30一直播到现在啊，现在差不多凌晨3点了，感觉整个人身上就很累很累，但又很饿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今天才挑的手镯，我就想在这里睡觉了。很饿就去吃点东西，但是吃饱了又睡不着了，好难呀。哎，今天白天去挑手镯，然后晚上直播，然后就眼睛一直在打架，然后今天就吃了一顿饭，现在还是要给你们起来再看一下这些美妆。因为每一次播手镯的话，其实有很多货都过不完，然后也有很多姐姐都跳不到，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有的姐姐的话是肯定是带孩子，然后有的姐姐呢就是忙着就是上班等等一系列的，有的姐姐呢也忙着早点休息，明天要好上班，然后就每一场的手镯都挑不满。因为有的姐姐也不看直播的啊，就是看我视频，看完视频呢然后又去找我问我有没有货呀，然后呢就是一般视频里面的话基本上都会有，我从早上10点钟干到2:30，我都要疯掉了，眼睛一直在打架，因为白天去挑货，晚上要直播。像这些的话，镯子的话都是我去给你们挑的，给你们看，姐姐们。像这些的话都是美人镯，然后都是起冰胶打底的，总水的话是非常好，很干净。像这些价位的话，其实才10000多一点点，每一只的品质质量非常好。千束的跟万束的，它的冰感是不一样的。像这些的话，它肉又细又干净又清爽，而且是那种耐看型，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服。像这种的话，它价格的话都是在1开头左右，小万束。然后我这空里面都是，你看我们家助理寄的。严姐姐找59到60的，然后的话要一个4000的预算，还有齐姐姐想找一个55，然后中千束的啊，然后要美人条，然后还有姐姐要一些白月光的呀，这几个姐姐的话好像都没有找到，今天没有找到啊，没有找到，没有合适的，有的合适的价格太高了，然后有的合适的但是没有他要的圈口。买镯子就是这样子的，要对圈口，然后要对眼缘，还要对预算。我建议姐姐们就是说，我们有多少的预算我们就要多少的预算里面去挑。像这个姐姐的话她就有4000的预算，然后的话在59到60之间去挑选。其实如果是说预算只超了一丢丢的话是稍微可以提一点的，然后性价比是很高的。你看一下这空里面的话，这些都是一些飘花的美人飘花的镯，这些都是挑的干净清爽型的，颜色非常好，很冰很漂亮的，我都是比较喜欢的。你看像这里面紫的呀，还有一些圆条啊，还有一些带色的，还有一些白月光，反正货品很多。然后每一场的话都播不完，压根播不完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挑手镯要费点时间。手镯就是要挑完美度，还要挑预算，然后在什么预算内啊买到一些性价比高的呀，像这种冰情绿底，然后这种带色花的，然后像这边的话都是在56圈口的，娇娇润润的，很干净。还是没有遇到有缘的姐姐。哎，对，其实买翡翠的话就是要对到那种有缘分的啊，就是买这个是很对缘分的。我们下面的话你看一下，我们家助理小妹今天特意铺了这个，就是这种有弹力的这种地毯，因为这样子的话防止手镯掉在地上去摔坏了，这个摔下去是100%的，很致命的，因为这是地板砖，我们基本上都是铺在这上面的啊，因为这样子不会掉下去都问题不大，货还是好的。这只好水润呀，带花色的好好看。这只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耐看型的小清新的款式，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颜色花型会比较深一点点，这只也是一只美人的哦。然后还有像这些的话白月光也好看，56的，哎呦，像这个是57的，圈口都不一样啊。一个人是可以是要带3个圈口的，像你带55就可以带56、57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手镯宁愿买大不宁愿买小，个人建议是真的买大不买小，买小的真的是取都取不出来，买到了嘛它还可以掉一下啊，还有点就是可以有救的机会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好了我们赶紧先把今天的货理一下吧。然后像这边还有很多很好看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
它这一只是春彩的，上面是绿色，然后下面的话是紫底的，颜色好漂亮，春彩色。然后还有像这种飘花的透棉条，56的，像这些的话都是在一个需要一滴溜的小预算。还有像这只，是这里漂亮，56的那种春彩色系，但是很冰很娇，走水非常好。这一只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圈口，就是条形，就是宽轮胎。然后像这只的话就是一只碰圆条，它们三个的话就是来自于一个地方的啊，就是一个料子下来的。你看一下，都是一手一手的呀，全都是一手的啦。上面的话还爆了一抹色，很好看。这三只也是冰娇，冰娇很水润的。还有你们最喜欢的这种情侣底的，还有你们最爱的这种白色的啊、哦！我今天为啥没有碰到这两只？来不及看啊，来不及。你没有人点这个，好像没有人点这个大圈口的，这个是57.5的，哇，这批好好看。哎呦，还有这种啊，这种油滋滋冒油的，这种是咱们家姐姐特别喜欢的，听听，脆性特别的好，看起来是油青底的，但是它的种还有杠性，写特别好，你们可以听听这个声音，完全不一样，这种感觉，它是那种清脆。很舒服的一个声音就散发出来了，很好听。好了，我不跟你们聊了，我要赶紧抓紧时间干活了，把这批手镯拧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要回家睡觉了。哎，姐姐们，买手镯千万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挑，慢慢的选，有的是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这些那么多，总有一款让你们喜欢的，但是你们一定要点个关注，爆你们的圈口给润子，然后润子呢每天都在上面给你们挑货，喜欢的姐姐千万不要错过了哦！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了！我要赶紧搬砖了，不然等一下天就亮了，干活了。